台湾大陆，我天天啦吼，我小平。这婚礼阿伯你呐，看到我就叫天天了。澳真济吼，有诶比我较济岁，拢叫余大哥，吼、哦，我气死。我咧讲吼，咱即次阮查某囝李小平，阿伯伫咱这艋舺区、甲中正区来选议员。啊，有真济即个议员吼、哦，政治人物，啊，拢有写足济政见。迄政见写写诶，你知影？迄政见拢想写，你知无？拢边仔诶无聊，甲写写，规个拢重要。讲我以后我选调要冲啥？要冲啥？要冲啥？阮小平都无政见，我改我改，我吼、哦，你落去所有艋舺区中政府甲看看。上基层的人民需要啥？迄就是你爱做的，对不对？结果伊去写两句话的，伊等下甲我讲，讲把那个万华区哦，那个巷街道巷道都很窄，因为咱我两班甲区哦，拢超三四十年咧，无一定拢五十年以上啊，迄种真老的厝。小平甲讲，迄万一哦，迄巷啊遐细条。万一那发生什么代志，哎，那消防车要入去嘛，我当入去呢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第一，我这十年前，我第一三零波的算的时候，我是安尼，我看三零波，因三零波跟咱万家差不多啊，拢是足旧的社区咧，足老的社区，哎，厝拢足旧啊，啊巷啊拢足碎掉的，啊，真正来万一发生什么代志哦，啊，真正。消防车呐，安尼耽误着，迄人就去啊。所以，伊转来甲我讲，讲安尼同款的，以后你若做着议员，就是爱关心所有的每一个上基层的，因需要啥，因欠啥，这才是上重要政见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甲讲，以后你若调，你若进出吼，我全部进出迄较细大的迄消防车。细个巷啊，拢会当入去。即摆有啊，三零八有啊，迄我真出来啊，我用的啊。啊，尤其咱这种足老的这个厝，咱民进党的议员的这个初选吼，是无迄、那个初选接电话是无分派的，无分党派，不管是民进党、国民党，无党拢会的。伊迄个时间伫四月初九至十三，啊，佫唔知道到底多一天。拜托的，暗时啊，哪有吼？遐暗时啊，六点开始，到九点安尼。伫厝的，若万一有去接到电话，恁来讲，我敢若唯一支持咩？天的因查某囝姓余的，啊余的敢若伊娘啦吼。安杰六，余小平。安杰六，小平余小平，敢若因母啊李亚平呢？姓管的啦，姓管的。啊，伊这小平的哦，好爱记哦。啊！拜托恁家天天支持一下，好唔好？好唔好啊？哎、欸，今天人刚刚讲水哦。哦。到后面我都有。不是咱这，不是啊，咱这场地做了伤细个啊。啊有有啊？我知啦，这上面好讲两句话话，跟他唱歌，我都在唱出来，你也。哎呀、欸，好啦，那个我问各位一下哈。咱在座会晓唱榕树下的人举手，我看。我先醒来者，榕树下来。好，一句你来唱啊，我唱，我唱啊。来，过来者，阿婆者。Yeah.